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。你绝不后悔，是否还是那么倔强的前行？你如果有机会，还会依然决然的去旅行。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？谁依然带着你的梦想前行？有没有人能向你带来惊奇？我想大喊一声来告诉曾经的你，依然是，依然是你。
如今。